我讲什么是热带性的气压侵袭中南部？国立中央气象广播团队做好万全准备，该关灾害应变中心十三号下晡一点开始，由秘书长颜旭平主持工作汇报。官府团队根据中央气象局提供的资料，评估核武的状况。二十三号八点到二十四号的八点，预测二十四小时的降雨量大约七十到三百毫米。水利署引水灾害预警显示，二十四号上午嘉义县滨县以西的乡镇可能会达到二级引水警戒。灾防中心铺地灾害预警显示，二十三号梅山乡、阿里山乡可能达到黄色警戒。二十三号暗时到二十四号的上午，各山区乡镇可能达到红色警戒。好，依据中央气象局的一个预报，今天下午开始，我们嘉义地区会有豪大雨，直到明天整天可能都会有豪大雨的发生。所以嘉义县政府在今天下午一点十五分，由三级提升为二级的应变。在这个应变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要求各单位做好灾害防灾的一个准备。我们在此呼吁我们全县的民众，在豪大雨期间，千万不要上山溯溪或做水边的运动，并且做好附近这个灾害准备的一个预防。我们这个嘉义县政府做好相当的准备，一定保障各位的一个安全。那在低洼地区的民众也请做好自己准备沙包的一个工作，我们共同把灾害减少到最小。该协平指出，工作汇报着重于防灾准备上，以预防性撤离、抽水机设置、预防性封桥封路、救灾人力兵力配置甲台面，各乡镇市防灾信息快速通报为优先准备重点。同时也提醒当人，趁着也未降雨期间加强巡查，务必做到最佳状态来抵抗雨污的侵袭。最新新闻，中立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。